这种呆傻的小孩，天天看着窗外，想出去玩儿，渴望的眼神，像不像不能出门居家隔离的你？The next day. Hi. 吃完早饭呢，我们就带胖妞出去玩了。基本上周末如果不下雨的话，都有它的 happy time。别看我们家狗蛋个子小，跑那叫真的快，大狗都追不上它。其实不养狗呢，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家这片的狗呢，是真的多。出门遛弯呢，感觉明显认识我人变多了，都在亲切的呼唤主赖的名字。其实背地里我估计称呼都是这是谁谁的狗妈。我们家这边呢，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trail， 还有专门开着车过来遛弯的遛狗小分队。遛狗小分队呢，没有两天就知道这个街区有一只漂亮的小奥牧。我真的担心哪一天会来一个上门女婿。索性也别惦记了，我跟他爸也决定带他去做绝育手术啦，当然是为了他的健康着想。其实我们现在还在纠结什么时候带他去做绝育手术，看着他无忧无虑还是小模样模样的脸，老母亲的心都快融化了。有经验的狗爹狗妈呢，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家小朋友做绝育手术的。最后呢，放一组花絮。大胖妞手上啃的那个大骨棒呢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去吃韩国烤肉点那个牛仔骨，我们把骨头拿回家了，哈哈，没错，就是拿回家了。牛大骨真的是小狗磨牙的好帮手，我相信大多数的狗爸狗妈都会干出这种事情。最后呢，谢谢大家看到最后，请帮我按赞订阅哦，谢谢啦。